我下次一定不能再做这么复杂的事了。这次是给仓鼠做磨牙棒，一共准备了五种材料。首先把黄豆放入打磨机，盖好盖子，打磨3到5分钟的样子，这种粗细就可以了。现在放入备用碗内，料理机放上来，准备好的鸡肉放进去，南瓜也放里面，西红柿，我这里是4颗核桃仁的果肉，现在放的是黄豆粉，糙米粉也放2勺，盖好盖子，料理机要打5分钟，差不多这样就可以了。提前准备好的果树枝，取一小块肉泥裹在果汁上，这样第一根就做好了。再准备一个大托盘，超市里买的鸡米花清热降火的，贡菊茶有预防视力下降的效果，玫瑰花茶含有维生素 A，金丝黄菊有散热的效果，再放点椰子片，刚刚做好的磨牙棒再蘸上一些清热降火的。现在准备送入烤箱，烤箱120度3个小时。这个是烤好了的，来给好吃嘴尝尝。我咋感觉有点搞笑呢？这个磨牙棒都直接放仔仔身上了。喜欢我的记得给妈妈点。